我是路人甲。我是路人甲。可以啊。你在公然那个，你在公然搭讪吗？他就都有一颗头，很像那个啊。对，很像那个。不要玩食物。你有歌跳起来好干哦，要不要帮你找歌一下？要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临场来一下。没了，我的临场只有这样。太短了啦！我没有录整首的，靠呗。好了，先开场。我是蓝心宇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宜兰礁溪。我们今天早上先拍了些短影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走去礁溪这边，有了一个夜市，走路好像过去十分钟。但是我记得礁溪这附近就是很多地方有好吃有好玩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就用走的过去吧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礁溪那条最热闹的中山路，就是最多卖吃的那一些嘛。对，然后它的夜市呢，其实是在后面一条田园上面，跟我们上次去那个什么青沟很像。但你还没有讲我们今天要去的夜市叫什么？礁溪温泉夜市。礁溪温泉夜市，所以言下之意，它旁边全是温泉。它旁边全是稻田。那为什么要叫温泉夜市？因为这边温泉很有名嘛。哦，对啊，好用。一想到礁溪，你就想到温泉。对啊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我还以为你要接下去。那再换你啊，一想到礁溪，你就想到。诺贝尔，诺贝尔，你慢太多拍了啦！啊，好，再一次想一下。好，一人回一句。好，一想到礁溪，你会想到辣椒。一想到礁溪，你会想到鸭嗓。一想到礁溪，你会想到没有了啦。怎样啊？才走没几步而已，你好可爱！你要不要吃爸爸？像小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吃爸爸？这是什么糖葫芦吗？不是，这是桂。重点在上面写爸。所以你要不要吃爸爸？你脚摔了。靠背。爸爸现在有点烫，等一下再吃。我们先边走吧。我觉得超可爱的耶。这里有这种东西可以吃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可是我现在就想吃哎。可以啊。虽然他说有点烫，三个口味是不一样。哦，好酷哦。它粘住了。花生。里面有颗粒耶。好吃吗？是想那么久。不是，因为花生吃起来有点奇怪。因为我们一般外面吃到花生不太一样，它好像腌过还是炒过，它桂蛮 Q 的，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太厚，所以还 OK， 蛮特别的。这什么口味？绿豆。它怎么都没红豆？没有，它大颗的味道比较多。我觉得它桂很好吃啊。我也觉得它桂很好吃。它桂很 Q， 很软。老实说，蛮好吃的。它贵很 Q， 但是有点贵。哦，对，刚刚那一小只就要多少钱？我刚刚找你多少钱？哦，一只好像80哦。对，一只好像80块，有点小贵。等一下我先讲好了吧。你不要这边，等一下看到吃太多，我们还没到夜市就吃饱哦。我现在其实有点节制，但是我很想吃一个东西，我到现在还没看到。好。我想吃那个姜汁番茄，就想到这里面有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这个。真的哎，靠，他就直接出一包了。对，然后还有眉粉，我靠，就当淋上去哦。对啊。然后再加眉粉哦。对。这个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吃法。哇塞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超好吃。他就都有一颗头。很像那个啊。对，很像那个。不要玩食物，这超好吃的，快点分享你一个姜哎，我很讨厌吃姜哎，好吃。
所以我不喜欢吃酱油，会敢吃吗？不敢吃。真假的？靠腰，你放那个脸，我吃一个看看。你敢吃吗？还好这口梅粉比较多。敢吃吗？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还可以。哇哇哇！流血了。哇，你这样好像蛮正的哎。就是来这边一定要吃的。好哦。嗯。蛮酷的哦。我每次只要来这边。所以来直接买哦，真的、哦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可以吃。所以我刚刚就跟你讲，火锅店走这边，是因为我要来吃这一家。前面好像就中山路了，先去看看好了。好啊 ，OK， 来 Go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老板。哇，这条好像有点强。有点强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个八宝冬粉很好吃。这边好多吃的东西，完蛋了。我们是不是不该走进来？还是这边应该再单独拍一集？我觉得其实这里可以单独拍一集。可是这边比较偏你那种晚餐一次吃饱的那一种啊。但这边很多好吃的。对啊，你看这边又有什么馄饨炒手，然后这边又有什么脆五花肉。五花肉哎、欸，好想吃哦。嘎，好烦哦、喔。还是五花肉看起来很香哎、欸。你要买吗？有点想哎、欸。要吃吗？你是不是也想？有一点想哎、欸。那买个半份。好啊。好。你好。两百。啊啊。那个咔吱咔吱咔吱的声音。你那个声音有疗愈的。对啊。洋葱好吃吗？吃。好的。台北人对不对？是你的心上人。靠腰。你在做直播的吗？不是。那怎么那么会撩？多送你一个菜。谢谢。哎、老板你好帅。来了。哦，好久没吃这个了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洋葱也是加爆哦，爆价，200块的分量，还有八宝粉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一定要一口这个，然后一口洋葱，洋葱，怎么样？这件是 OK 的吗？八宝粉。你今天可以耶，嗯，快，干嘛？我要，它的那个肉超 juicy 的，哎呦，这个油脂，对，可以耶。我们不要枉费老板的心意，我们来配一下他的小菜，腌萝卜吗？应该是，通常他们这是要额外加价的。刚刚老板实在太帅，霸气，萝卜，对。来一口。它的萝卜是甜的，很清爽。嗯，哇，这萝卜可以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间推哦，这间真的推。嗯，再来最后一个，他们的黄金泡菜。哦，我最近好想念那个哦。什么？那个骨关啊，对，骨关的那个黄金泡菜，好想念。那个脸靠呀！不是太亏了，真的太亏了。真的、哦，嗯，很爽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组合，其实讲真的，他们家本身的那个肉就不油腻，超好吃。哎、欸，你是网红吗？不是，我是路人甲。啊、我是路人甲。可以啊，你在公然那个、啊、你在公然搭讪吗？哎、欸，不是网红哦，感觉你是网红的感觉。不是，我是路人甲。就一追上去，我靠，粉丝破万。没有啦，网络有点差哎、欸。对，还是点 WiFi。哇，没有了。啊，记得订阅频道。OK， 没问题。谢谢。一样搜寻蓝心鱼就可以找到我了，谢谢，拜拜。你读一块，你读一块，拜拜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觉得你今天有个责任，你要阻止我，不然我真的躲到那边，我觉得吃饱了。好的，不是因为我不是我不想阻止你，是我他妈的我也想吃。然后你来这里真的一定要吃爆他们的番茄，我觉得他们的番茄都好好吃。那个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是淘汰郎？就是那个啊，番茄他们的番茄。哦，刚刚那一颗，我等一下，你奶头那个番茄对不对？它这个品种真的蛮好吃的，对啊，完全不会酸、欸、对，完全不会酸，很好吃。啊、然后还有大颗跟小颗的，都还蛮不错。Okay. 告诉你，这里从早到晚都有好吃的，真的。早上就是类似像菜市场的地方，很猛哎、欸。然后晚上就是这种大家会来这边吃，难怪大家都说这条很猛。这条真的很猛，真的很多很好吃的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去夜市、哦，夜市如果很烂，我们就再回来就好了。好，达成协议。
姐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树看起来也很好吃。哇，对啊，你看这种路边一堆人在排的。好，我们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去下一家间吧。Bring boom boom bring boom boom。臭烤肉。哇，哎、欸，老陶贝，这边很适合拍 MV 耶。你有发现？哎呀妈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说好十分钟以内吗？这很适合拍 MV 耶，你看这个隧道，对不对？我好热，这隧道很适合拍那种要打架的。蛮干那种吗？你上小安娜，上小安，就小安娜，哎呀，当鬼哦，就小安娜，你怎么这句哦哈？你刚刚搞哎、欸，你刚刚低嘞，我这么睡的低吗？有啊，总低啊，什么叫总低？你才总低嘞，总猪啊，你才总猪嘞。我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奇怪的？你确定你要带我去的是夜市、欸？哎，对啊，夜市不是人很多的地方吗？对啊，可是它就是在这个狗狗、啊。我觉得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在那里？对对对对对，观众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左前方有个亮亮的、橘橘的，因为我们还有大概六分钟的路程。哎、欸，其实晚上走在这里蛮有 feel 的、欸，是不是？很像那种半夜突然有杀人魔跑出来，猎嘴女吗？之类的、啊。好，我们到夜市再继续。Bing bong bong bing bong bong bing bong bong bong， 逛夜市，带我一程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夜市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干嘛？没有，因为夜市快到了。我想说你发疯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在发疯的样子啊。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夜市要到了，我们终于走到夜市了。好热哦，我流汗了。那就到了，没前面而已。哎呦，到了。只开礼拜天。可以出发了。哦，好。据我所知，这一条好像没有很长。真的吗？对，好像只有一个路口这么长而已。等一下逛下去就知道了。我们刚忍住了，我们没有在那边买东西，我们就过来了。对。那赶快来看一下你想吃什么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好。那再逛起来。要的。哎，哦，找到第一间。很少看到有月亮虾饼，对啊，专卖店上面都是屑屑啊。你要吃我的屑屑吗？什么屑屑？你要吃我的屑屑？来了，我们买了一份小的月亮虾饼。其实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金钱虾饼的大小，因为其实它不大块。嗯。然后它长这样，难怪刚刚旁边那么多那个屑屑。你的血血，你要吃我的血血吗？哦，好脆哦，很脆，那个饼看起来很好吃。它跟我平常吃的不一样，对，它是真的有吃得到虾哎，而且除了虾以外还有花枝。哦，好，那感觉蛮好吃的，是好吃的吗？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可，整只的虾子。名副其实的虾饼，嗯，很好吃，意外好吃。这个我没有排骨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。大推这一间。好，我们来去下一间，够够。很热是不是？我觉得我超热的，今天也太热了吧！今天整个大变天哎，前几天不是还很热？好啊，所以现在流汗了是？差不多。腋下很臭是不是？很香，留我们看。我们要谢谢谢，先不用。哎，我要再买一下这个，真的很好吃。可爱啊！哦，好啊，可爱啊！你在那边跟人家少女亲个屁啊！很可爱啊！可爱吗？哪一个比较可爱？以下开放观众票选。哎呀，你各位，我真的是在这里有点不知道吃什么呀。总结这边有点短，然后内容又有一点少。哎，没错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速速的回去刚刚到那一条，再走回去，因为我实在是太想吃它旁边那个海鲜跟那个八宝冬粉了。我跟你讲，所以再走20分钟回去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 b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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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哇，涛哥还是回来了，我最后还是回来了，还是这里东西看起来比较好吃。来吃这个台湾小吃。百大名店第21名，
哇，跟我在基隆吃的不一样。没错，它的有点丰富。虾哎，它的八宝是哪八宝啊？我记得它好像有写，反正肉鸽嘛，香菇、木耳，看上面的配料啊，然后青菜、香菇、木耳、金针啊，虾。第一口先来喝汤好了。八宝冬粉就是这个味道好喝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吃八宝冬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很不油腻。哦，喝起来清爽。对，它喝起来超清爽，然后再是它胡椒味很重。我喜欢胡椒味重的。怎样？有重吗？这间？这间很好吃哦。难怪我们刚刚正餐时间那么多人，那肉羹感觉还蛮厉害的。这不是一般肉羹哎。哦，不是一般肉羹。是花枝肉羹。好，花枝肉羹哦。花枝 mix 肉羹哎。哦，真的有一块。好吃的。这间有中了。好吃。哎，果然还是要回来哦。在那边来回走了快一个小时，今天自己拍好久，很可以这一碗。哎，快点，哎，你先吃一个。他说的全是那种肉羹，就是不是粉太多的那一种，咬的都是肉的。对，它是香比较浓的那一种。跟基隆那个是不同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完全海鲜八宝。对，哎，这间可以，这间推。很清爽，然后很多海鲜味。那期待我们等一下下一间吧。OK， Go， 好不好？这样还吃得下吗？吃得下。那现在要去吃什么？我想去吃刚刚看的那个海鲜。哦，他那间就是吃很捞的那种感觉啊。很捞？什么？很捞啊。很捞啊。现捞的。很捞啊。那是什么阿捞啦？你才阿捞啦。很捞啊。哎呀，这个嘞。这个麻婆，这个500块。好啊，那这个大哦，一次都是一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吃不完吧？可是它白菜好新鲜哦。嗯，看得出来。噔噔噔噔噔，有个白痴，刚手机放在上一间，还要跑回去拿，白目。其实这边有两间。对。但因为我觉得很热。那间有冷气哦，好，我还以为你要选那个外面那一间，对，因为那间很多了。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想吃白带鱼，但是它有点太大条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吃不完，没错，所以我就想说就先略过吧，不然我真的很爱吃白带鱼。我考你一个问题，新鲜的白带鱼可以拿来煮什么？白带鱼可以煮什么？是不是？可以煮白带鱼。汤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真的假的？我乱猜的。真的哦，真的、哦。你有喝过吗？我没有喝过。白带鱼除了它可以香煎以外，它还可以拿来煮白带鱼汤。真的哦，那白带鱼汤好喝吗？好喝哦，但是只有新鲜的才好喝，就是热炒我一定会吃的苦瓜咸蛋。哪有？看起来厉害。虽然人生已经很多苦了，哎。怎样麻油炒的、欸、哦，真的、哦、真的虽然说我不怕苦，但我很少吃乾乾，我很少吃苦瓜。重点它是麻油炒的，我很少吃到麻油炒的，但是小缺点就是咸蛋不够多，不然是咸蛋多一点。嗯，如果原本要吃那个什么海瓜子没了，是不是没了，所以变蛤蜊了。对，也可以啊。嗯，这边可以耶。再来这个是鹅啊，炸鹅啊，哦，爽的咯，哎、欸，超肥的哎，嗯，让大家对焦一下，你这样切水就好了，哎，好鲜甜哦，现在只剩鱼而已了，对，哎、欸，这间我真的大推耶，很少在这么市区里面，然后可以吃到跟渔港有的堪比的。好好吃啊！它是那种皮很厚，然后很 Q 弹的那种鱼，然后它再来是它的鱼肉，它是 Q 的，它的肉也是 Q 的，哎，超新鲜的哎，新鲜到爆好吃哎！好了，有专业的那个，可以让大家在下面留言一下，告诉我们是什么鱼。哎，这间也大推哎，我现在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去那个夜市了。
就是我们在礁溪一个晚上然后所吃的东西，虽然夜市里面是真的没吃到什么，但我觉得也还不错。我们在这边，哎，这一条街叫什么？中华路。中山路了，中山路，每次都记不起来，真的还好哎，真的还好。我说，哎，在这边来也顺便来逛一下。我也觉得真的还好有来这边，不然我们今天应该肯定饿死。重点是走一个超级远，要走20分钟，走20分钟去，走20分钟回来，然后重点是还没有吃饱。Yep. 真的是大推来中山路啦。但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吃到的，没错，因为这边几乎都是吃到饱的那一种，就是什么面啊、饭啊那一些的，还是。其实礁溪那边有好吃的夜市，那个礁溪温泉夜市那边有好吃的，其实我没有发现，大家可以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一下，说不定我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去试试看。好啦，今天综合以上，我们影片到了最后，大家想看我去哪里拍，或者是你们来礁溪都吃什么，底下留言给我，跟我分享一下。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和介绍我的 IG 哦。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Hello, bring bang bang, bring bang bang, bring bang bang, hey, bring bang bang, bring bang bang, bring bang bang, hey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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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